只要在这儿三天两检就可以，就是回宿舍了。对，OK， 那就等真正进学校的那天吧。起床了，天已经亮了。今天的隔离餐 OK， 开始吃了。刚刚洗完澡，没有吹风机，只能等它自然干。OK， 待会儿做会儿作业，然后明天早上还有课，今天上了一天的课。明天还有声乐课、表演课。反正早点睡吧，还得早八呢。这什么？反光吗？反光。反正还有两天吧，就要出去了。OK， 那大家晚安。我已经起床一个小时了，现在是8点钟。昨天晚上睡得比较早，10点过就睡了。好，那就开始吃早饭。现在开始吃学校给的早饭。刚其实已经吃了两个，这还有一个包子。这应该是包子。还有包榨菜。OK， 吃完饭我就是没上课了。拜拜。现在是已经洗完澡，并且把东西也收拾完的状态。明天早上就直接准备把行李搬回自己的宿舍。大家看看，宿舍在这儿。行吧，我也准备休息了，因为有点晚了。晚安。我今天已经隔离完了，然后带着三个大箱子出来了。好的，我现在要把行李搬回宿舍。我跟大家唠了，我终于到了，真的是东西太多了，庆祝一下，好吧？贴的春联还没粘呢，进去了，记录一下这个神奇的过程。正反对的，出来之后的第一顿餐。